觉得希望今天大家的焦点还是放在餐饮的音乐上。那你的单曲有可能再放一些？我是越挫越勇。因为他典礼的心情都是跟大家分享。我是蛮紧张的，但现在有比较放松，因为感觉紧张已经过了。对，等一下还要上台。可以，那不行。但还是已经还好吗？心情的部分。蛮好的、啊。人生嘛，总是会遇到一些事情，但是我觉得千万不能泄气。那有关系。我觉得希望今天大家的焦点还是放在餐饮的音乐。那你的单曲有可能再放一些吗？我是越挫越勇。阿伯宏有关系亚龙吗？我就是跟大家一样，就是收害者。收害者。嗯，因为今天真的是属于音乐人的场合，大家 focus 在音乐上。那两位有特别想要对今天入围者及哪位歌手加油的歌词？我们每一位，希望大家都很喜欢，就是能够真的能够坐在台下看他们上台，不管是入围的人得奖，看他们表演，就是可以现场看到他们表演。对，我很想要很期待蔡健雅。我是他的粉丝。最喜欢他哪一首？哇，太多了。我最喜欢的应该是《空白》。金曲歌手之路了。哇，今天是金曲奖歌手太多了，我还是安静一点。人家才会担心，就是第一次当颁奖嘉宾嘛，就是拆开那个信封的当下会紧张、会错之类的。不要想这件事情。我们刚练习过，我们刚练习过。练习一些桥段吗？谢谢。不知道，等一下啊，林乔，可能大家会需要你等我一两秒。好。因为今天入围有很多都是圈内的好朋友，其实很希望我的青峰可以拿到奖项，因为我觉得他这张专辑真的是艺术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看到。